日前有一名妇人伫经过嘉义市水阳路时，路边有一台车辆，其实是无注意到后面的来车，直接开车门，造成妇人双片白骨，直接弄掉。妇人当场摔车，肢体有多处的擦伤。嘉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，好在这妇人意识清楚，伫经过治疗了后送往病院。七十二岁柯姓驾驶表示，骑到倒摆路中，拄到一台小客车驾驶将车停伫路边，向向开车门落车，伊闪避袂赴弄掉，叫另外一到场检查柯姓驾驶的伤势，发现伊身体坐处擦伤，阿妈棍疼，叫另外马上为伊处理伤口，并用颈圈固定阿妈棍之后，将伤者送往病院治疗。该市政消防局提醒民众，用路人路边停车之后，开门请遵守两段式开门。为倒边落车时，用正手开门；为正边落车时，用倒手开门，并需要歪头40度，注意后方敢有来车。你开车门时，先开5至15公分的跨度，确认后方的人甲车辆再开车门，以保护家己也保护他人，避免事故的发生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